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今天我们来到的 Costco Way Fullerton， 具体的地址写在了屏幕上。我们是在美国洛杉矶。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 Costco 里非常热门的辅酶 Q 食产品，以及各种鱼油、虾油等，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对比。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健康，所以对鱼油、辅酶类的产品需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。希望我们的视频能给更多的华人朋友带来帮助。Costco 的鱼油品牌有很多种，品种也有很多。鱼油是一种从多种鱼类中提取的油脂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Omega-3。 选择鱼油主要是看 Omega-3 的浓度、鱼油品类是否有官方认证等方面。下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会把这几种方面都列出来。现在看到的这款科克兰的鱼油是非转基因，每粒含有1400毫克的鱼油， EPA 647毫克， DHA 253毫克，每日一粒随餐服用，是一款可以长期服用的保健品。Nature's Bounty 1400毫克鱼油130粒，原价21.99元。此款鱼油为无味款，属于高含量的，每粒含有1400毫克，其中 Omega-3 含有980毫克， EPA 647毫克， DHA 253毫克。此款鱼油浓度为70%，是比较常见的浓度，属于比较优质级别的补品。此款鱼油为 Ezo Esters 乙酯型，是经过加工后的状态，被人体吸收率略低一些，不过它影响不大。自然之宝的这款鱼油经过美国药典认证，此款鱼油为非转基因，每日服用一粒，随餐服用，也是一款可以长期服用的。此款鱼油的特别之处在于 EPA 配比更适合需要降血脂、改善身体状况的大部分成年人。科克兰阿拉斯加野生鱼油230粒，现在原价21.49元。这款同样是属于高含量1400毫克。一颗鱼油当中 Omega-3 脂肪酸330毫克，其中230毫克 EPA 和 DHA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含有了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与虾青素，对心脏健康、循环系统和脑功能都有帮助。此款浓度低于了30%，属于膳食级别。纯野生的阿拉斯加三文鱼和鳕鱼鱼油来自新鲜的深冷阿拉斯加水域，提供纯野生鱼油，而且采用的是冷压萃取，可以很好的保存鱼油里的营养价值。此款鱼油为 Triglycerides 甘油三酯型，是 Omega-3 在鱼油内存在的自然状态，被人体吸收率更高。此款鱼油210粒装的，原价18.9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2日。这款鱼油含有1000毫克，其中600毫克 Omega-3、DHA 220毫克和180毫克的 EPA。此款的浓度约60%，属于比较优质级别的鱼油。制作鱼油时采用的是低温加工工艺，更好、更完整地保留了鱼油的有效成分。众所周知，鱼油具有防止血管硬化、减少冠心病的风险，每日服用2粒，随餐服用即可。除此之外 ，EPA 与 DHA 浓度值差不多，是均衡型配比，适合中老年和肥胖人群进行综合的改善。Nature Made 1200毫克鱼油两瓶组合装，现在21.99元。这款虽然是超级畅销的鱼油，也是药剂师推荐的维生素和补品的第一品牌。此款鱼油每2粒含2400毫克，其中 Omega-3 含量是720毫克 ，EPA 含量360毫克和240毫克的 DHA。此款鱼油浓度约为30%，属于膳食级别鱼油，每日服用2粒即可。此款鱼油高 EPA 配比，更适合需要降血脂、改善身体状况的大部分成年人。这一款是3倍含量的鱼油，150粒，现在26.99元。此款鱼油在 Costco 的官网评价是4.8颗星，每粒含1250毫克，其中 Omega-3 1055毫克 ，EPA 为690毫克 ，DHA 为310毫克。此款鱼油浓度高达约85%，浓度极高，效果更好，也非常的推荐。此款鱼油来自挪威野生海域捕捞的鱼类，受到污染自然更小。此款鱼油为甘油三酯型，是 Omega-3 在鱼内存在自然状态，被人体吸收率更高的，而且此款为非转基因，无麸质。鱼油的功效有很多，它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，鱼油还具有降低胆固醇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能，预防血栓形成，减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，降低血粘度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消除疲劳，缓解痛风和风湿关节炎，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的服用和保健。除了鱼油之外，市面上的辅酶现在也是非常多，就连 Costco 也有多种品牌、多种类型的辅酶。选择辅酶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品牌，主要还是看里面的配方、工艺和技术，因为这些影响了辅酶最后的生物利用度，也就是辅酶的功效。一般来说，普遍认为还原型辅酶 Q 10要优于氧化型，水溶性要优于脂溶型。
现在看到的这一款是液体覆梅900毫升，原价36.99元，本季减8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2日。此款是低剂量覆梅，每10毫升约100毫克的覆梅。此款液体覆梅是具有天然的甜味剂，罗汉果汁代替三鹿蔗糖，具有天然菠萝、橙子的味道。而且这款是获得了专利的水和脂溶性配方，具有很好的吸收能力，在水和脂肪两者都可以完全溶解。此款液体覆梅可以支持心脏和血管健康，促进血压的平衡，是心脏专家推荐的覆梅第一品牌，因为是液体的，个人觉得吸收性来说是更好的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携带不方便。此款液体覆梅是泛醌，本身比较稳定，所以不容易被氧化。这个品牌当然也有胶囊型的，这一款是水溶脂溶性覆梅，100毫克，120粒装，现在34.99元。此款是100%天然专利配方，可以溶于水和脂肪。此款是泛醇，是覆梅还原形式，吸收性会比泛醌形式覆梅更好一些。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中的覆梅 Q 十逐渐消失殆尽，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也随之减弱， Q 十就能够起到补充身体中所含的数量，从而达到保护心血管健康，促进健康的血压平衡，并且是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。可可兰300毫克的覆梅100粒，原价21.49元，本季减4.5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2日。这款覆梅为高含量款，一粒含有300毫克。此款覆梅是脂溶型，因为包含油脂类的成分，可以促进覆梅吸收。它对心脏好，可以帮助维持健康的血压。覆梅还是溶脂性抗氧化剂，有助于中和细胞中的有害自由基。每人每日服用一粒即可，随餐服用。Nature Made 的覆梅140粒，原价37.99元，本季减8元，折扣时间到1月22日。此款覆梅还有200毫克，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健康，可以帮助细胞能量的产生。这款经过美国药典认证，还有抗氧化的作用，每日服用一粒，随餐服用即可。Nature Made 现在还有一款90粒的高含量的覆梅，37.99元，每粒400毫克，属于最高含量的覆梅了。服用的覆梅 Q 十剂量越高，吸收的百分比就越低，所以不一定选择要高含量的。如果服用的是100毫克的覆梅，每天2次，一次100毫克，它的吸收效果也是会更好。这一款是 GNC 覆梅100毫克，120粒，官网是39.99元。GNC 作为美国老牌的线下连锁品牌，质量也是很不错的。每克含量为100毫克，其中含有豆油、明胶、甘油、大豆卵磷脂等，建议每日服用1到4粒，随餐服用。此款为天然款的覆梅，覆梅的益处在于改善心血管健康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调节血糖平衡。可可兰磷虾油500毫克，160粒，原价23.49元，本期减5元。这款磷虾油是含100%从南极深水鱼里的小甲壳类的动物提取的，它含120毫克的 Omega 3, 60毫克的 EPA 和30毫克的 DHA, 120毫克虾青素，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，而且可以保持心脏的健康。比起一般的鱼油来说，它的吸收性会更好，而且它没有鱼腥的味道和其他的难闻味道，每日服用一粒即可。这一款是生长在夏威夷100%纯天然虾青素，120粒，原价49.99元，本季减15元。这款同样也是非转基因的，虾青素益处非常多，对关节健康有帮助，因此此款虾青素可以清除自由基，减轻压力，对身体酸痛与难受都会有减轻的作用。而且虾青素可以保护皮肤，可以对眼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作用，防止心血管疾病，提高免疫力。Corey 南极磷虾油800毫克，90粒，原价23.99元，本期减5元。这款磷虾油主要的功效是对心脏健康和血管更畅通有帮助。它含800毫克的磷虾油，是纯南极磷虾油，而且基本没有鱼腥味，不会觉得难吃咽不下。这款磷虾油的吸收力是很好的，除了对心脏好之外，因为是野生捕捉，富含 Omega 3, 对脑部和神经系统的健康也有帮助，还有很好的抗氧化功效。此款是非转基因食品，很健康的一款营养品。多贝斯特还原型覆梅120粒，16.13元。此款覆梅在亚马逊上非常的热销，而且评分也很高。它每粒含有100毫克，是泛醌型，抗氧化效果好。除此之外，还含有了黑胡椒提取物，还有黑胡椒素，提升了30%的生物利用度，适合熬夜加班、保护心脏的人群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对其他类品的产品想有详细了解，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。现在看到的这款植物也是在 Costco 有售，是一款很有中国风的植物，也充满了过年喜庆的氛围。在此提前祝广大的华人朋友们新春快乐，非常感谢大家每一期的关注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在洛杉矶下一期再见。